大家好 ，Orit， 今天讲 TikTok 的另外一种赚钱方式，就当你有1000个粉丝以后，你在你自己的个人页面里就可以挂一个连接了。这个连接呢，可以放一个独立站或者一个店铺都可以。那么如果你没有独立站，独立站要注册域名啊，申请网站空间，然后要自己建站。那没有的话，你可以弄一个一键发货的 dropshipping。那么我这里呢就挂了这个叫 WED2C。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呢，开户的连接，大家可以去开个户就行了啊，不需要你有域名，不需要你有服务器，直接就可以点进去了。我点了一下子，当然有人点击你这个店铺连接进入个人页面，然后就可以出现一些商品。如果有人在这里下单了，你就可以拿到佣金啊，别人选中这个，然后在网站上购买，你都不用处理这些购买的啊。支付啊，这些业务都不需要管理，发货、啊、都没有，它一键再发的都是。发完货以后，只要有人购买，你就可以拿到这些佣金了。那很方便挂这个店铺。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子，登录后以后是什么样的。登录好以后呢，这就是你的界面，你可以在这里面呢，是它的页面里呢，选择它的店铺，你就领取一个别人的店铺也行。你比较感兴趣，或者呢，你里面具体的每一个商品，你都可以进行选择的。那这里呢，我是比如说领取一个别人已经做好的一个店铺。我点一键领取就可以了，然后你给起个这个商店起个名字，网站起个名字，给自己的商店名称、商店网址。那启用以后，你就是有一个连接了，你可以挂了，也可以就是说你这里一个商品选择也是可以的。我就返回，好，这是我的这个店，店里呢我已经放了一些产品了，你可以把这个移除掉，不需要不想要的话，或者你还想要其他东西，你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添加了也可以。我们在商品这里。上面呢，你比如想分享这些东西，你看到感兴趣的东西吧，反正是，就跟你的主题比较相关一些就可以了。那比如说这个产品，点中以后，那么我要添加到我的店铺里，你可以设置一个销售价，预计收益成本价这么多，你的销售价多少，这你可以赚这么多差价，比如觉得就这样可以了，那么点击这个添加，上架成功，就到我的店铺里去了，你这个产品，这个产品呢就是有了。那这产品呢，就我刚才那个连接点进去就可以卖了，知道吧？那这是我的网站连接这就很方便，这就给那个 TikTok 呢多了一个挣钱的途径。如果你自己没有独立站，就采用这个就可以了。